买个房子收租就无敌了。天，我的查克拉不够，英雄联盟多蓝剑输漏了，准备来把电耗着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不说3000块能买个房吗？3000块，那3000块确实有点多。是是是，这炼金，这炼金挺有意思的。全军出击！我给他干回家。你搁那站着干哈啊？那我不撇你吗？我们上吧。炼金中单啊！哪来个狗头爷？想摸我？急如风。摸你，摸你，摸你，抠你，不用你走位啊！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完了，我他妈没人波浪剑，我靠！不过还行，还行，死了挺好啊！哎呦我天哪，要不然这波就老难受了，我没人波浪剑，哎呀！手就真是不行了的，还好是死了呀。二级的点炎果然伤害还是可以的。哎呀！什么刀？梦魇蚂蚁。是是是。这波感觉得去查个眼儿去了，等这炮车补完我们就查个眼儿的。稳住，好，查个眼儿，没有人儿啊，准备啾啾啾啾！化为尘埃。完了 ，W 没出来，差一点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蓝天怎么跑了？谁到了？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。刚才说好的啊，俺俩往这里查眼儿。然后人家家梦魇过来了，他不知道上哪去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稳住。蓝枪帮忙插个眼儿，还怪蓝枪？你放屁吧，那眼儿是我自己插的，这个是他插的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
小母刀问问我的手里干，准备明白这狗头人到底是怎么走位置的。能摸着。哎，跑好快呀、啊。没不到。均衡存乎万物之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们其实应该买个鞋。要利用好暗影。没飞我就行啊，别的这都无所谓。Shut down.Enemy double kill. 急如风。我们有牙龈出血，那狗头人一会儿来不怕，能打过他。狗头人交没交闪？应该交了吧。我直接电死。狗头呢？打石头人去了。是。怎么了？无敌了。这法语湮灭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别人不吃跑过来找我。你呀，哎呀，我们上吧。牙龈出血是什么？是这个血之滋味。均衡存乎万物之间。擦亮眼儿，五级狗头人。点死他！闪电松鼠，我看见那梦魇来了，梦魇来不好使啊！先吃个塔皮儿。凋零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副天赋没有带灵光披风？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为什么傅天赋没带灵光披风？差不少事儿啊，没带灵光披风，这一会儿怎么突后排呀？还急如风，一会儿进场不好进了。下路爆炸了，干到二塔去了都。我们这得快点了。你大爷，你还在我面前直着走，我操了！我是真给你一点面子了，我发现。准备。直着走。瞧不起我这闪电松鼠，骗他们的最后时刻不能飞啊，他真飞了八十块钱，把药卖了，等一等。蓝枪喜欢的蓝枪，哎，好勾啊！我们上吧。多蓝剑不能卖，多蓝剑不能卖。天哪，我的查克拉不够了，说梦了。快点出门儿！住！玩的闪电松鼠老死就不太行，下把的吧，下把我们再玩一把。不能口歪了，前面有个小兵，哦呦，还行，打着了，漂亮，有助攻。接扣的，但是这个接扣你不能赖我，这属于对面的卡牌瞎撇，你知道吗？跟我们没啥关系。下路上高地了，兄弟们，这咋又拿个双 buff 呢？哎呦我操，这家伙！300块，我们上吧。这把得先来个钉了，我先把法穿除了，然后出个小钉。
崩了是吗？卡牌有没有大呀？这，哎，管他有没有，无所谓了。富贵险中求，舍一得，翻车变摩托，把上路塔先拔了。怎么办？梦魇来了，揭开帷幕，我溜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打不了打不了。是是是，打不了。打不了，我放弃了。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我下把还要玩吧凯南，这把没带灵光披风，玩成是不得劲儿的。稳住！干哈呢？这几个人啊？急如风。又飞我呀啊！队友呢？来点队友吧，来点作用吧！天哪，就飞我呀！我的妈呀！那蓝枪是咋死的呢？帅哥！哎，给电死了，不错。那狗头人连个分离者没有，你都打不过啊？居然没有助攻！哎呀！小龙，对面已经三条龙了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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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小龙！是是是。你等着啊！等。均衡，守护万物之间。嗯。这里怎么能有个眼儿呢？谁放的呀？梦眼儿吗？我去！揭开帷幕。我太难了。火蓝，火蓝放的呀？怎么这位置都能有个眼儿？我有点不想参这个团了，我觉得这团战打的没啥意思，还不如我去跟狗头人对线去呢。急如风，咋办？游戏不好好玩？跟狗头人对线去吧。
跟狗头人对线的还能杀两个，跟他们打团没啥意义，抓不到人。咬定又好爱留你，这是不是要打大龙了呀？啊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先别打啊，你先别打，我来个蓝 buff。 哎呀，你着啥急呀？这龙打不打 ？Come on！ 来来来！急如风。外资。对，给一个技能可以。蓝枪给个大也行。兄弟们，我只能说这波立功，要是没有我上去拦住这个火蓝，我们家这些人可能全都要死，就这一波，就刚才这一波可能全部都要死。是真得立功啊，湮灭，钱也不够啊，算了，出什么沙漏？出个屁呀！这还出沙漏？出个锤子，不出。狗头不好处理了。别说话了，说话看让人看着闹心。咱也不知道那173-12级的狗头人哪那么难处理。真有那么难处理吗？电600，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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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老打人呢。啊！干他！干这家伙！我们上吧。我得找个好位置。杀这个！我们是配合是真的好，兄弟。我刚想放个坑，咔一个飞。我家手下女警。
2350。15级凯南，一会儿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天雷啊！差一波兵，是。马上到，别着急。牛宝就出世界专注，我不是牛宝，我是猴宝。为什么出世界专注？因为钱不够。能出猫的，谁不出猫的？没人管他上高地了啊！稳住！看有没有红吧。是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先回家，有女警把女警杀了。没有女警的话，没办法。准备。狗头人咋把下路给拆了？急如风，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小黄毛带下，我们去波中，女警死了，女警出了一个水银四袋儿，把卡白杀了，来，聚恒存乎万物之间。我蓝是不是搁这打蓝呢？我蓝。你他娘的，我电！啊！一换一，这个闪现杀一个火蓝不合适，杀了个废人。小龙拿了，还真得要个钉，没有个钉那梦魇老飞我，一整就飞我，一整就飞我，差500块钱。大龙可以要，我们家已经三条水龙了。为什么不出金身？因为没有钱。刚才回家够个大棒，那你说我买不买大棒？我真的买大棒，我钱不够啊。是，等会儿打，先别打，下路这兵线得处理一下。该出击了，揭开帷幕。不行了，这根本也拦不住啊！准备。
女警，我操了！这女警咋那么吓人呢？还行吧，他们家没打大龙。喝了两路，下路我处理，你们去大龙。凯南团跟你说八百遍了，我是等一会儿打。晚上给我来了一凯南团，我团你大爷！根本也不听啊！急如风。根本也不听人说话呀，关键。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What? 好难啊！团灭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啊，可以 ，nice。好累呀、啊！这亲个兵了，那费劲。局外人，我这还局外人？我要是不在家清兵，基地不爆炸了吗？这还叫局外人？我操！我是功臣都。神装了，下边有闪现，天雷！我操！我现在电人简直无敌。就这女警，一会儿再敢跟我装播，游戏就结束。别再想不到了！大刀放的那么笨，那你没办法，你贴不着人，你咋整啊？他就这么大范围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小龙块，哎，什么意思？炼金被干了，我们直接龙魂。巨恒守护万物之境。龙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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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面像精神病似的，打小龙。这边龙魂不要，要去抓炼金。准备！我不杀他火男，他火男是个屁。买了吧，我也没啥换的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这边有我就一波。到人出飞了，别跑了，是是是，
中推呀、啊，中推中推中推，那人进场下了，不去。蓝天给他守一下子。对啊，这么能飞吗？电，笋干爆炸。呀，谁守的？他能拆过我吗？他连个兵线都没有，拆个屁！我应该回家把那卡牌杀了，拿个15个人头。